大家好，我有话想对大家说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子瑜。对不起，本应该早些出来道歉，因为不知道如何面对现在的情况，一直不敢直接面对大家，所以现在才站出来。中国只有一个，海峡两岸是一体的，我始终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。我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在国外活动时，由于言行上的过失，对公司、对两岸网友的情感造成了伤害，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，也很愧疚。我决定终止目前中国一切的活动，认真反省，再次的向大家道歉，对不起。